主料：丝瓜500克，辅料：咸蛋黄一只，盐、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丝瓜挑选嫩的，去皮洗净，切段摆放在碟里，加入少量盐油，大火蒸气5分钟取出。咸蛋黄煮熟压碎，热锅放置起泡，铲起淋在丝瓜面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丝瓜中含防止皮肤老化的 B 族维生素，增白皮肤的维生素 C 等成分，能保护皮肤消除斑块，使皮肤洁白细嫩，是不可多得的美容佳品。不丝瓜之美人水之称，饮食多吃丝瓜还对调理月经不顺有帮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